先。首先我哋做嚟啦。有冇腳㗎，永春？有。腳好耐啊！成日都係見到呢啲冇。有腳㗎，即係佢哋啲腳咧，例如話我哋練拳，例如話你見到佢哋啲腳出面有好多，係咪有呢啲啊？係嘛？有呢啲係。有一位是，咁我哋咏春裏面咧就冇嘅 ，OK， 咁我哋咏春有咩句咧？正、橙、疾 ，OK， 正腳、橙腳、疾腳，對方踢，係咪還呢啲踢啊？有兩種啦，對方一踢埋嚟，我係咁樣去，然之後打，係咪先？咁啊，合乎翻咏春個位置啦。對方踢，風一起腳，風係嘛？或者對方一起腳，攤就都打落去。哇！哇！所以你嘅腳咧，你會感覺到，喂，咏春唔主張係打頭，腳打頭。問題佢咪違反咗時間差。第一，一定要鬆筋好啦。是不是你條筋鬆不到你怎打人家的頭一打一打的時候就好像爬山一樣知道什麼叫爬山我們叫做爬山的腳爬山的腳要壓上來的嘛那我們咏春腳就不用了對方打我就封腳就忍下去、okay? 一起腳我就封下去了或者對方起腳就一下下下去了對方一起慘是吧一入就起就封是吧一入它就封了去第二件事你的燈是吧全部打下無功夫打這個位置所以我們做了例如說當我們練手的時候